历史真实老照片，第一张新四军军长叶挺，第三张青帮大佬杜月笙。一，叶挺将军的全家福叶挺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，新四军重要领导者之一，著名的军事家。从照片可以看出，叶挺将军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美男子，他的妻子李秀文是典型的名媛闺秀，同时也是著名的爱国人士，两人婚后育有九个儿女。二，王仁美和金燕。王仁美，民国时期著名的电影影院，他的父亲是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数学老师，桃李满天下，名望甚高。后来父母双亡，王仁美辗转流浪，尝遍人间冷暖。踏入影坛后，王仁美收获一世荣誉和爱情，是幸福的。然而他与金燕的婚姻只维持11年，却因种种不和平静离婚。三，杜月笙，这位1888年出生江苏省川沙厅高桥南杜家宅的大佬，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传奇性的人物。杜月笙从一个小瘪三混进十里洋场，成为上海最大的帮会首领、实业家、社会名流与地方领袖，成为当时活跃的政治风云人物。杜月笙的一生中有五位夫人，其中与姨太孟小冬的爱情广为流传。四，邓颖超和周恩来。邓颖超的容颜虽不是最美，但他无疑是最有气质的存在。周恩来回忆当时见到邓颖超的情景，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妻子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，让他笃定这便是能与他一同走向未来的革命伴侣。邓颖超笑着说道，我们也没有计较谁的长相，恩来长得比我漂亮，我长得并不漂亮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